这就是我目前最好的状态，以及我怎么说是在决赛当中最好的状态。赛前其实我是挺紧张的，因为可能看到昨天队友们有流泪，会觉得想要去大声吼气，想跟队友们说，就是相信这一次我能够扛起第一棒的这个压力去，让大家有更好的优势去完成接力棒。四朝元老之一，我们也要肩负起中国游泳老大哥的这种精神面貌。总需要有人站在前面去顶。我们不能让对手觉得我们弱，